以一交战的状况是如何？我们带你看到一个画面，是以色列再度空袭贝鲁特南郊，黎巴嫩的官媒直接说，这攻势相当猛烈。 根据了黎巴嫩的国家通讯社直接讲到了，以色列的敌军战机直接针对了贝鲁特的南郊发动了四次猛烈攻击，而且对乔伊法特地区进行了十一次的攻击，攻势是相当猛烈。法新社的记者来说，他听到几声的爆炸声，目睹到这一个冒出浓烟，以及每次攻击都可以看到一团火球直接升到天空上，还有照明弹在浓烟当中是冉冉升起。 不过现在呢，以色列似乎有更多的动作，但是你可以看到联合国的部队。 拒绝不再黎南让路，警告以色列：如果你越境的话，你就侵犯主权，违反了安理会决议。以色列呢，以这个有限地域性的行动为名义，派出地面部队入侵黎巴嫩，事先有失惠这个联合国驻黎巴嫩的临时部队，请对方腾出边境附近的几个阵地，重新安置。但是联合国驻黎巴嫩的临时部队直接说了：我们拒绝你这样子要求我们让道，还说任何越境的行为都侵犯了黎巴嫩的主权跟领土、啊。 完整也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第一七零一号决议。那么现在真主党呢也呛瞎了，他直接呢发射了火箭弹打击以色列北部的空军基地。武装分子向以色列北部的城市海法附近的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发射了火箭弹。这个基地呢距离黎巴嫩的边界只有四十四十五公里而已。那么伊朗的支持者。 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也透过声明指出，这个战士在黎巴嫩的南部靠近边界的地方，以飞弹击中一辆以色列的战车。足以见得，这个以伊哦，他们两边可以说是一触即发。那么，伊朗的飞弹威胁，短短一个星期里面，真主党已经死了三个领袖了。 他没内衣，直接说了：如果以色列攻击伊朗，这两个城市将会夷为平地。哪两个呢？我们带你看到，他直接点名了，他们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直接把特拉维夫跟海法就位夷为平地。伊朗大规模导弹空袭，以一个空军基地呢出现了三十三个弹坑。专家说，以军的防御系统现在已经面临到严重的挑战了。伊朗向以色列发动了一百八十枚的弹道导弹。 让内瓦蒂姆空军基地出现了三十三个弹坑，那么战略分析师就讲到了，其实伊朗的导弹技术已经在上升提升当中，不仅增加了数量，精确度跟对抗能力，现在也是逐渐的在加强当中。但是现在以色列似乎外界的声音他都听不进去了，因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似乎是瞎红了眼。你可以看到呢。 黎巴嫩真主党、加萨、约旦河西岸这一边，那么其实哦，他们现在，呃，纳坦雅湖提及的七大敌人，他直接点名了，包括了伊朗、黎巴嫩的真主党。 加萨的哈马斯、约旦河西岸的恐怖分子、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武装组织，还有伊拉克跟叙利亚的什叶派民兵，现在被他点名是七大敌人。那么现在法国总统马克龙是跳出来了，赶快哎出狱哦，不要再军援以色列了。那么纳坦雅湖当然就相当生气了，回。 点名直接回送“可耻”两个字。马克龙说，现在的任务应该是回到政治解决方案吧，不要再提供武器用在加萨战斗了。法国现在就不会向以色列提供任何武器。但纳塔亚胡气炸了，说“可耻”来指责法国，还呼吁其他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的西方国家。补充说：“我要告诉你们，不管有没有他们的支持。” 以色列都会赢，显然是一种杀红了眼的心态。那么，哈马斯突袭一周年在即，以色列打算对伊朗重。 大严重的报复，军事官员说了，他们现在啊，以色列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非法伊朗攻击。那么，以色列会不会攻击伊朗的核设施，让整个这个中东局势再度升温？CNN 说，至今都还没有来告诉美国，但是不断的传出以色列可能会攻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以色列跟伊朗会达成恐怖平衡？美国会,不會出手吗？ 美军在这个地方有还没有出手，倒是在这个胡塞组织这个地方，以及呢先攻打也门首都港城等十五个据点。美军的海军飞弹潜艇“乔治亚号”呢，已经对也门的胡塞组织发动了攻击，包括了首都沙那，还有也门的港城和台达，一共打了十五个目标。那么现在呢，土耳其总统埃尔顿也跳出来了，说每当中东地区接近停火。 要追求和平稳定的时候，以色列政府总会就会开始挑衅破坏和平。西方国家还会继续为这个屠杀呢提供了一些武器啊、弹药、情报，甚至是外交支持，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以色列已经对于这个黎南，包括还有贝鲁、嗯、贝鲁特哈、哦，进行了这个狂轰滥炸，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是，而且基本上他说他是针对军事目标，可是呢，事实上还是军民不分。 然后打的都是民宅，然后一个炸弹下去，这个哈可能挖出来的里面又是很多都是哈老弱妇孺，所以呢，这种打法的话，事实上的话，因为以色列过去在加萨沙场中就这种打法，那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得到什么哈国际社会的这个严厉的制裁啊，支持他的国家还是照样送炸弹啊，送各种东西啊，就跟这个这个埃尔段讲的一样啊。 以色列这种在这个中东地区这种作战的方式啊，那么一直得到西方国家哈、啊、这种提供武器、弹药、情报，还有外交支持，所以很奇怪的，这些支持以色列这样做这种啊违反国际法、违反国际人道法、违反国际战争法的这种行为的哈、啊，常常都是在国际上自认为是主张人权，要保障世界人权，保障什么哈、啊？ 这个国际法的啊，一切都要规则、规则为标准的国际秩序，为什么碰到以色列就完全不一、完全、完全就完全是没有标准了？那甚至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帮凶。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在我们也不是我们算是局外人啊，不过我们真的看起来就觉得，就国际社会真的是很现实，不要没有一个国家是可靠的。 那这些国家都是讲一套，说做一套，那么你要相信他要他所讲的话，你可能在真实的行动中你就被他出卖了，对。所以呢，这些国家基本上我觉得才是今天以色列哈肆无忌惮的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那现在这个我看最近的报道，这个叙这个这个啊，黎巴嫩已经逃出去二十多万这个哈、啊、一无辜的老百姓了。 那还是有办法的，对，没有办法的就现在战场上了。那以色列事实上的话，他这个打法的话，就是先狂轰乱炸，然后军民不分的这种打法。事实上的话，呃，效果还是有限，因为真正你要能够去有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分出一个胜负，造成一个比较永久性的一个效果的话，你还是要陆军部队，你地面部队还是要进入。可是。 上个礼拜的时候，以色列的地面部队一进入到这个黎巴嫩，就遭受了很大的伤亡。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呃，黎巴嫩不管是政府军也好，还是他的其他武装，还是真主党来讲的话，其实他的战斗力量远高于哈马斯。哦、所以这个就造成以色列现在地面部队的负上上面哈是比较保守的。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你也知道这个伊朗也出手了，那么现在变成以色列呢？要看他怎么样对伊对伊朗出手。那伊朗现在讲的话讲得很清楚嘛，就是说你如果打我的话，你如果报复的话，那我就消灭你两个城市。那上一次他是用了一百八十颗飞弹，那么我们光看这个空军基地就搞搞出来三十三个深坑，对，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十八的飞弹。 我们只算这三十三个，有百分之十八的飞弹，以色列没有拦截下来。那这只是空军事基地，军事基地以外还有地方也打到了。所以你如果有两成的飞弹以色列拦不住的话，那么伊朗它如果大规模攻击以色列的，比如说这个哈是这个哈海法港也好，或者哈它的这个哈这个这个最大层也好，那基本上可能就是造成伤亡，那是会非常恐怖的。 阿根廷现在似乎有点转向了，似乎想要到中国大陆去求和。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对美国恼火，转而向中国求和，而且说要访华。米雷伊在竞选期间曾以曾经叫嚣说中国是刺客，要跟中国断绝关系，但上任之后不断对华态度软化。阿根廷的民族报报道呢，他说他要跟中国续签货币互换协议，表示感谢，还说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贸易伙伴。 不求任何东西，只求不被打扰。而且他预计在明年的一月就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南华早报至就说了，米雷伊之所以向他求和，就是因为他对美国已经非常恼火了。专家认为，阿根廷的经济挑战进一步促进了米雷伊立场转变。阿根廷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九月哦，有百分之五十二点九的阿根廷人处于贫困状态。那么呢，跟他上任的时候，二零二三年下半年相比，上升了十一个百。 百分点。 计算之后发现脱光很难，现在阿根廷的川普转而来跟中国维持精密紧密的经济往来。那么现在中国对阿根廷的直接投资，从二零一五年来已经成长了百分之五百，达到三十亿美元以上了。阿根廷去年跟中国的贸易额达到了两百亿美元，对中国出口额也在过去二十年来增加了八倍。所以阿根廷出口中狗的呃，就出口这个中国的牛肉，在第一季就占了百分之七十八。 八点六这么多，那么可以看到呢，他跟中国的关系从长远来看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基础建设也要合作。现在呢，阿根廷媒体狂狂赞，阿根廷后悔了，又想加入金砖了吗？他说要跟中国建立更深的关系，有利于呢跟巴西还有其他南美国家的关系。阿根廷呢是在南大西洋通往南极洲地缘位置。 地缘跟政治位置呢，都是中国大陆所看重的。只不过现在金砖的阵容是不是要再扩大了？我们带你来看到，叙利亚已经正式申请加入金砖的国家，石油国家也要再加一了。那么他,他们是说他们非常有兴趣加入，外界也关注是不是像阿尔及利亚啦、孟加拉啦、印尼都会成为下一个加入金砖的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话了，他说他让这个金砖国家要比北约更大更强大吗？因为峰会前俄罗斯对新成员有更 大胆的规定，他说了，为寻求加入金砖的国家提出了更严格的新条件。申请的人呢，必须反抗针对金砖国家的制裁，并维护主权政策。随着金砖国家迅速发展，目前人口已经占百分之四十六，全球这么多，GDP 也占全球的百分之三十六。 但现在去美元是不是要变成常态了呢？你可以看到央行万字报告详解，金砖国家已经去美元化，四个央行减美在增黄金。中国近年来呢，跟部分贸易伙伴，像是金砖国家等去美元化的措施，使得人民人民币的交割跨境贸易规模走深。二零二二年的二月，占前人民币才五千三百八十九亿元，二零二四七月已经飙升到一点四兆，增幅一点六倍。 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四国的央行增持这个黄金，减持美债。那么呢，已经到了二零二四年七月，一点二五兆美元减少了零点四十兆美元。 同期间呢，这些国家持有美债对其汇率存底的外汇存底的比率呢，也从百分之三十九点九降了十二点四个百分点，来到了二十七点五 percent。人民币年底有望触及七点零价位，短期呢可以说是走升可期。美国联准会呢，他们呢这个账面亏损突破两千亿美元大关，再刷新纪录。美国联准会公布了数据，目前账面上已经损失了超过两千亿美元，换算新台币大概是六。 六点四兆，那么这些亏损呢，也会连准会为降低通膨而实施的高利率政策所导致的。其实他这个米雷上任到现在已经将快一年了，他是去年的十二月啊，嗯、对上任的。那么他的经济状况是越来越差，他现在有百分之五十二左右的人口啊是属于贫穷人口，这个比他上任的时候、啊、<对>还增加了百分之十一。 等于,他等于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上任的时候，只有百分之四十二的阿根廷阿根廷人是属于穷人。对，结果这位老兄执政以后变成五十二，哎，增加百分之十一啊，变成穷人。也就是说，他上任没有改改善阿根廷这个哈每况愈下的经济，反而更可以更更糟糕。对，所以呢，就证明他当时的整个想法跟做法都是错误的。 他在选举的时候，他对两个国家特别有有意见，你知道，一个是巴西，一个是中国大陆。然后呢，巴西是他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大陆是他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对于巴对于这个阿根廷投资最多、的帮助最多是中国大陆。可是呢，他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反对中国大陆。在选举的时候，完全不在状况内的时候，他说：“我不跟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 哎，他基本上我不要跟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是>然后呢，我上任以后要检讨这个关系。那结果上任以后不但没有检讨，越来越发觉中国大陆对他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他现在检讨他自己了，他应该检讨他自己，<laughs> 所以他就改变了。当然，这里面国外的媒体很多很多这些专业的团体在分析说，其实他最大的感触就是，美国不是他所想象的会对阿根廷伸出援手。 他在这个拜登的川普啊演讲的时候啊，对，他居然跑到美国去，然后参加这个哈川普的这个演讲，这个哈这个这个选选举的造势大会，他在下面当粉丝，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一起帮忙造势。你想想看，一个国家的总统啊，你能够去干涉别人的内政选举到这种程度吗？可见他就是一个非常嗯。 无厘头，甚至说他的这个哈、啊、连尝试都不具备，可是他就选上了。那就是说，人家为什么说这样子的人能够选上呢？他就是运用人们的心中的不满。他选举的时候是哪一个这个电锯哦，然后就把政府部门写在那，好，这个我要把它拆掉，砰一下用电锯把它砍掉，让下面的人看得很过瘾。那你知道阿根廷的这个呃人民哈几岁有投票权？ 十六岁就有投票权，哦、所以呢，他就靠他的这个民粹哈，然后这种啊戏剧化的作风，把普遍不满阿根廷现状的这些人啊，把他认为他可以带来希望。就他上台以后，事实上现在可以看出来，他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那唯一现在还愿意继续对阿根廷投资，然后今年六月已经跟阿根廷签了这个货币互换协议的，就是中国大陆。所以呢。 他说，他明年一月中哈，他要去中国大陆，大概啊、哦，想要从中国大陆多搞一些啊、哦、这些经济上的援助吧。黎巴嫩的人民如果不把这个国家从真主党的手中解放出来，你们就会面临到毁灭跟苦难，就像现在战火重创的加萨这边巴勒斯坦的人民一样。以色列军哦。 已经消灭了纳斯鲁拉的继承者们哦，那消灭了他还要继续打下去。他把自己讲的非常的合理化，就是哎，你们如果不把真主党赶出去的话，我们就有理由把你们一起给灭了。那这个其实反映出来，以色列已经是杀红眼了，赶尽杀绝哦。所以他们是怎么样的杀法？出动一百架战机来炮轰黎巴嫩。每次帅将军都在讲说，以色列最凶的就是空军哦，一百架这样的战机直接就炮轰一个。 小时之内把真主党一百二十个目标全部都炸了一遍哦，包含了真主党精锐的拉德万部队，还有飞弹部队、情报机构，就是要削弱真主党的指挥控制跟打击哦，而且来协助地面部队实现作战目标。这是以色列的国防军所讲的、啊，他们现在在以色列北部已经划定了新的军事禁区，也就是说距离黎巴嫩最近的地方，那是要对黎巴嫩发起地面部队以来的第四个禁区哦，所以他们不断。 画了一个新地方，就开始诶 更靠近你，然后再来一波这样的一个空袭轰炸。那再再来，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哦，其实他们也在黎巴嫩的西南部哦发动针对地面的袭击。他们呢就是沿着黎巴嫩的海岸来扩展，就是他们一方面地面部队，一方面是从海上这样子哎来扩展以军的地面行动，双管齐下。那现在目前呢、哦，呃，真主党的这个第二号人物啊，他们是讲说，哎，好像有一个不同的讲法，他愿意接。 接受停火协议哦，因为以军现在在目前黎巴嫩这边发动了许多的地面攻击。他说，真主党仍然组织健全，已经克服了痛苦的打击。那但是呢，真主党也支持跟以色列谈判来达成停火。那外界就解读了，就说，诶。 这一次这个卡西姆没有像以往那样子啊、哦，把加萨停火作为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的一个先决条件。那这是为了什么？因为现在以色列也把真主党当成另一个攻击的目标了，所以他当然不会把这个加萨停火作为条件了。因为现在以色列是双面攻击的方式哦。那再来。 伊朗同样也有一个这个新的宣布，伊朗最新警告说已经标定好了打击的目标，准备要来下一波对于以色列的攻击。那现在以色列也不断放话，说他们对于伊朗。 已经有一些这个计划，就是打算要把伊朗十个城市都给呃移平。那他们其实在这个伊朗十月一号的这个攻击之后呢，他们就已经有这个第一轮的报复，呃，已经正在正在规划当中。那以色列这边的攻击，伊朗打算怎么回应呢？伊朗说他们现在有这个超过十套剧本来应对。纳坦雅湖的看法是说，对伊朗发动攻击哦才是。 对以色列来说，自保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他们用一个呃，我不要用防守的方式，攻击是最好的防守，所以他们一定会对伊朗来做进一步的攻击。那伊朗当然也有回应哦，伊朗他们讲说，这个可能应对以色列的袭击哦，他们会为以色列带来前所未有的困扰，所以代表说他们这一波的下一波的攻击也是会非常剧烈的。那美国的媒体就讲说，哎，现在竟然发现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反无人机。 机系统啊，哎、呃，出现在伊朗这里哦，是不是这个中国大陆要呃支战战队在伊朗这边呢？又开始有这样的讨论。那这个伊朗的外长啊，也在这个时间点去访问了一下沙国。那他在访问沙国的时候，也讲说不要考验。 的黑兰的意志，所以看起来现在双方哦，伊朗也好，以色列也好啊，都不断在放话，拉高这个对立的态势哦。到底什么时候会是下一波彼此的一个互相冲突攻击的时间点？现在大家也很担心会变成下一波的这个中东大战的开开端。那再来，现在以色列防长访问美国的行程是要延后了，这是根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所讲的。他说，现在华盛顿现在的目标是要。 影响以色列的行动范围，而不是终止冲突。那以色列媒体也在讲，呃，纳坦雅胡、哦、对于格朗特的美国之行做出了限制。他说呢，必须纳坦雅胡他自己跟拜登通话之后，才会批准格朗特访美。但是也有人担心说，哎，这是不是另一种讯号？现在防长不能离开，是不是代表着以色列随时可能要进行下一波对于伊朗的报复攻击？所以，哎，所以以色列的防长现在不能够呃离开以色列，必须要做。 坐在那边，那美国赶紧在放话。你看，这 CIA 局长伯恩斯又讲说：“哎呀，其实伊朗跟以色列没有那么想打啦。你看他们这样子，哦，这个放话来放话去哦，其实他们都不想打哦。但是呢，现在日益紧张的局势，有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判断，阻碍接下来他们的和缓态势。那美国的媒体也讲说，白宫对于以色列现在好像有点失去信任，因为呢，美方讲。” 哎，好像最近都没有收到以色列先有一些通知哦。有四名美国的官员向媒体透露，最近几周拜登政府对于以色列所发表关于以军的这种军事啊、外交的言论呐、啊，现在都迟疑在。 就是一个质疑态度，不太信任。那消息人士甚至说，苏利文甚至向乙方的高官指称，如果美国不知道以色列的计划要做什么，美方是不会再一次帮助以色列应对伊朗的导弹攻击哦。话已经说到如此了，但是真相是如何呢？恐怕就是看接下来的这个局势，美国到底会不会出手，到底能不能帮助踩住刹车？哦，大概进入到黎巴嫩的境内哈，已经有三个师了。 那还有一个师正在准备要进入，所以整个将来会进入到这个黎巴嫩的地面部队就有一万五千人，相当大的一个部队。那这也显示，就是说以色列其实它地面部队进入黎巴嫩的状战况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它原来的所谓的建立一个缓冲区啊，它本来这个哈大概设定是从以黎边界以北三十公里处。 那这个是二零零六年战争的时候，大概就是画的这个界限，因为以色列的战略目标，他没有说要打一个全面战争，他就是说有限度战争。原来战略目标就是三十公里，然后把这个、啊、让所谓的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可以回家，然后啊有一个战略的一个哈、啊、一个缓冲，然后能到达成一个安全居住的这样子一个目标。嗯、那现在啊，以色列就是说最近这几天啊。 又发了一个新的一个警告，因为他会警告当地的居民嘛、啊。嗯、那么哈、啊，他的所谓缓冲区又往北推了三十公里，哦、所以事实上从以离边界到这个以色列现在所设定的这个缓冲区，一共有六十公里，所以它的范围扩大了一倍。那这个哈、啊，六十公里是什么概念呢？离贝鲁特哈、啊，这个六十公里离以色列边界六十公里这条线啊，我离贝鲁特啊。 只剩下三十公里了，也就是以，就是说啊，这个黎巴嫩大概三分之一的国土都被划入成为以色列所要求建立的缓冲区。哦、嗯，那现在他就是说，军队他现在的打法就是一样的，他先用空军用轰炸那轰炸有没有效果？事实上的话，那么以色列传出军情就是说，呃，真主党的哈，呃，几个重要的这个哈，这个哈领导。 又被他们这个啊，这个空袭就把他打死了，所以他过去的这个军事情报掌握是非常的精准啊。现在战场的实际状况，他们的情报也算是蛮灵活的。所以昨天一共有一百架次的这个哈、啊、呃以色列 F 十五 F 十六战斗机哈呃进行了哈一百二十个目标打了一个小时，那个每一每一烧每一个炸弹都是精准炸弹，它不是乱投乱炸，它都精准炸弹。 可是问题就变成说，他的打法还是跟打拉这个拉这个加沙走廊一样，嗯，他都是打民宅，因为他认为就是说，真主党跟居民本来就是混合在一起的，那他就才不管这个居民的伤亡是多少，他这个啊、哦，这个这个哈、哦，这种钻地炸弹啊、哦，从这个 F 十六、F 十五一刻就打下去了，造成伤亡很恐怖。 那所以现在这个黎巴嫩说已经有差不多一百万难民了啊、哦，已经已经差不多一百难民就流离失所了。所以这场战争相当的残酷，而且现在看起来就是说以色列地面的进展还算蛮顺利的。那对于伊朗的部分的话，我觉得伊朗以色列一定会做反击，可是问题就是说他要找一个对他有利的时机。嗯、那现在如果去打以色列的话，他这个黎巴嫩的状况啊就会被就怎么样？ 就会私交，嗯，所以就看以色列，呃，认为什么时机对他自己有利。嗯、那现在王文涛跟这个呃雷蒙多的一个碰面，他们进行了说坦诚、深入、务实的一些。 对话那当然是透过这个电话上面来对话啊。美方是说对于中国结构性的产能过剩表达担忧哦，一在面说哎产能过剩论又在老调重弹。那王文涛就讲说啊，哎你美国对于中国半导体跟车联网的一些政策、哦，你应该要赶紧取消这些制裁，而不是总是呢用这种所谓的国家安全来作为好像卡脖子的一些理由跟借口哦。那中国威胁论真的。 好像每到这种特别啊、哦，美国选举啊、大选啊什么，就要出来再卖一次。那看起来呢，双方在贸易领域的分歧还是相当的严重啊。根据观察者网的报道，他说呢，美国商务院发布了新闻稿，就说，哎、欸，双方讨论了上个月举行的中美。 呃，经贸问题工作小组的会议里面的一些内容。那雷蒙多无视美国持续操弄国家安全的问题，实施对华贸易限制的事实哦，继续用所谓的什么监管透明度啊、非市场化啊、结构性产能过剩的方式继续污蔑中方。那雷蒙多还声称说，嗯，美国国家安全不容谈判，所以呢，他们讲起来就是讲的自己非常有道理啊，继续实施这个小院高墙的政策。那这样子其实是不是反？ 到害了自己，美国，甚至连欧盟现在也跟着要来限制嘛。前两天我们看到的新闻是说，欧盟现在打算要对于中方的电动车科四十五趴的关税哦。那中方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就说有消息人士称。 中国政府呢，关于这样子电进口电动车的这个最低售价为三万欧元，大概是一百零六万台币这样的一个提议，就说，哎，我们至少会卖到这个三万欧元以上啦，就是我们稍微提高一点售价，但是你不需要去磕到百分之四十五的关税嘛，希望能够避免征收这样子的关税。下个月的这个关税是不是可以讨讨论讨论呢、啊？现在结果已经欧盟拒绝了这样的一个提案哦。那那当然好吧，就是。 敬酒不吃吃罚酒，中方就是哎，真的对酒开始做一个反击哦。那罚酒来了，现在对于白兰地有、哦、有一个反倾销税，因为欧盟通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呃关税嘛，然后替代方案你也不接受，所以他们现在说好吧，那就现在对于欧盟进口的白兰地实施临时的反倾销措施。那现在这个税率有、哦、可能高达百分之三十九，然后呢，欧洲就跳起来了啊，法国很痛啊，他们贸易部就讲说。 这个措施让人不解啊，那怎么会突然说说来就来呢？因为其实法国的白兰地对于中国大陆市场非常的依赖，他们出口额高达了十七亿美元，占了这个中国大陆烈酒进口额的百分之九十九，几乎都被法国包了。那你这样一限制，我们法国最痛啊！你你虽然是要打欧盟哦，可是法国可是深受其害。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崩了，崩了在哪里？ 轩尼诗啊，这些什么酒商啊，全部这个股价崩盘哦，然后连这个销售量也直接受到冲击。法国的白兰地巨头哦，直接啊、哎、这个垮了，然后他们就讲说，看起来像是这个保乐力加集团的股价、哦。 当场就就大跌，而且宣迪师啊，那人头马他们这些跌幅也都蛮深的哦，就是直接重挫了他们的股价。那现在中美紧张之下，哎，为什么一直要炒作这个事情？除了对于他们的政治或选情有帮助之外，哎，原来这也是一个产业链哦，就是呃，中国威胁论衍生的产业链。你看看啊、哦，这些西方咨询公司哦，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哦，像是这个毕马威啊、普华永道啊、安永啊、麦肯。 啊，然后波士顿啊，还有贝恩哦，他们在于这个中国大陆相关的咨询服务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三哦，所以哎，因为有这个中国威胁论嘛，所以他们就是总是在这个穿中中间穿梭的时候的，哎，就有他们的商机存在了。那但是呢，一直这样子搞下去，呃，恐怕伤害的是美国自己哦。你看看现在美国，他们可能自己又有罢工啊，种种的这些限制啊，我要制裁别人反伤自己的状况，哎，马上要万圣。 圣节嘞，这个月月底就是万圣节，结果现在不给糖就捣蛋，现在拿到的糖没有巧克力啦，为什么呢？因为说巧克力比较贵，所以现在有很多糖果公司就讲说，今年哦可能要改卖软糖、甘草糖，就可能不会有巧克力了。然后就连百事可乐、哦，它也调降了全年的营收猜测，就说现在看起来北美的零食业务哦，还有国际市场都很疲弱，因为一直在打这个贸易战嘛，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他们整体来说，呃。 全年的财测哦，也有一点往下修，就在最近哦发布了，嗯，因为前两季都低于预期，所以看起来旺季不旺。今今年的这个可能耶诞假期啊，他们已经开始有看淡的一个趋势。所以人家讲说，是不是呃，因为你要去制裁嘛，你动不动就是制裁俄罗斯，动不动就是要来这个用关税来打中国大陆，结果反而动摇了你美元的价值。那这个恐怕也是现在自己美国自己形成的、哦，因为。 你看看，在美国经济制裁之下，能源经济圈哦，中俄两国是越走越近，然后甚至包含了沙国也加入了，就是诶、欸，不要再用这个美元、石油了，要改用卢布、人民币或者是美元以外的方式来结算原油。那美国是不是也被排除在这个嗯流通货币？现在可能取代性越来越高了。还是决定对中国大陆电动车啊，去实行这个反倾销税啊。 当然，它税率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只有比比亚迪的话大概十七十七趴左右啊。那当然，其他的话最重的大概差不多三十六趴。所以对比亚迪来讲的话，看起来比亚迪车子以它性价比来讲的话，它可能在欧洲的市场啊会受到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最小的一个车厂。所以这样子一个一个结果，可能最后中国大陆车子里面比亚迪获利比较大。 嗯，因为为什么？因为比亚迪过去去年的时候，他在欧洲推推了一款一款车叫海豚、啊、那这这台车，因为他要把它在市场上的定位哈、啊、定好，它的同级车是哪一些啊？大概它的价位是多少？嗯，结果呢，他定的定的价位大概就差不多两万八千多欧元，就跟现在大陆的时候希望定在三万块左右啊。那这个两万八千多欧元，其实比他在大陆的定价还要贵。 嗯，也就是说贵很多、啊，<laughs> 因为因为问题为什么他要把这个车子的定位在那个市场上定好？你定的太便宜的话、啊，那那就变成人家不见得要买你这个这个这一型的车，他就定在那个车位。所以如果说是两万八千多，现在加十六趴的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啊反倾销税，大概到三万出头啊，这个价位的话，我看就是对比亚迪的车可能在欧盟市场上影响是。 还是它有还是有竞争力的，嗯，因为欧洲的车子都比较贵，那为什么这一次会对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下手？那一般是市场上都很清楚，就是法国，法国的这几个车厂，他们想要怎么样？想要独霸欧盟的这个啊这个哈、啊、电动车市场，嗯，而且法国的车是比较便宜的，相对德国车它都是比较廉价的。 所以他就要借着打击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让这个市场留给法国的这个电动车厂，留给他一些余地。所以真正始作俑者就是法国。那这次你看这个投票啊，支持这个做这个、这个、这个抽税的啊，法国、这个意大利还有这个荷兰这几个国家，那所以就变成呃冤有头债有主，中国大陆就报复的对象就针对法国，因为白兰地主要是法国的。嗯、那其实十七亿的话。 呃，这样子下来的话，其实法国还有一个产品，中国大陆还没出手，就是香槟。香槟酒也是，只要是香槟，一定是法国的。所以啊，如果香槟再进的话，那就不只是十七亿了。这对法国的这个酒的这个产业啊，打击就很大了。所以如果后续谈判没有进展的话，其实法国还有些产品啊，我觉得也可能也很危险，会受到中国大陆哈、啊、一种哈、啊、呃一种。 报复性的制裁，敬酒不吃吃罚酒。嗯，在黎巴嫩这边，以色列拦截了两枚来自黎巴黎巴嫩哦发射的这些炮弹哦。呃，这个以军表示已经拦截下来黎巴嫩发射的抛射体哦，并且打击了加沙走廊还有黎巴嫩境内两百三十多个目标哦。也就是说，他对南对北都还是持续在进行他的军事动作，不会因为这个有通上电话而减缓。 真主党就在讲说，哦，我们在黎巴嫩境内哦，以炮火跟火箭等武器跟以色列的部队交火，并且已经成功的击退现在目前这一波以色列的攻势哦。但是呢，以色列现在这边就是要积极找寻据点，所以以色列不断的是往这个黎巴嫩的方向哦，来这个往北攻过来。这个方向，这个地方就是黎巴嫩哦，所以以色列现在持续的往。 贝鲁特这边来进攻，那他们也在这个黎巴嫩的住宅底下发现了真主党的武器藏匿之处哦。他们就说：“哦，原来地下有一些这种地下武器的储藏室。”那现在欧盟要开辟空中的桥梁来为黎巴嫩来运送一些人道救援物资，已经在十一号抵达了贝鲁特。那现在连土耳其哦，哪怕这么接近这个。 黎巴嫩呢、哦，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展开了一批撤侨，第一批两千名土耳其，还有他们家属，还有大概一万四千多名的土耳其公民。那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一些首批的这个撤离了。那拜登跟纳坦雅胡到底谈了些什么呢？拜登就只能劝他哦，他就说：“哎，现在这个真主党高层已经快被杀光了，那你呃，纳坦雅胡啊，你降低一点对平民的伤害哦，只能这种用劝告的方式。”那 那个纳太尔我根本好像不太听他们的、哦，那所以他现在还打算要报复伊朗。我们刚刚讲说，他除了就是继续打黎巴嫩跟加萨之外，伊朗的报复计划也还在进行当中哦。那白宫就说：“哦，你有跟我讲就好了。哦”呃，对话非常的有成效。那这也是两个人。 近就是最近啊、哦，两个月来第一次的通话，连贺锦丽也有参与了、哦。他们就说，嗯，很有成效。那什么样的成效呢？以色列的防长说，哦，我们现在接下来的打击会出人意料。嗯，什么样的出人意料法呢？他说会是致命、精确，而且是就是可能是让他们完全。 这个措手不及的，那现在这样看起来，这一波的报复是白宫也已经知道了，美国也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他是会采取什么样报复？难道又是要用这种 BB 扣跟这个对讲机的方式吗？这样叫做报复，还是叫做恐怖行动呢？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美国又有另外一方面的声音哦，就觉得说，哎，因为之前一直劝以色列不要攻打伊朗的石油设施哦，那可是呢，现在以色列却拒绝说明怎么样报复。那现在看起来初步沟通，他说很有成效，只是说是不是具体计划还没有透露的很完全，让奥斯汀感觉有点挫折哦，因为奥斯汀觉得啊，你这样让我们措手不及啊，像上一次这个伊朗发动了这些飞弹攻击的话，其实美国也有参与拦截嘛，那他们会觉得说。 哎，这个你给我准备时间太短了，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护你呢？所以他的挫折是来源于这里哦，准备时间不足。那但是对于中东来讲，现在看起来很多的人觉得你美国到底在干什么呀？你怎么讲了半天，然后结果你的这个挫折感并不是说，好像好像这个以色列不停火，你的挫折感竟然是来自于说，哎，我没有办法好好保护以色列，就让大家觉得越来越看不下去。你美国到底在做什么？就连呢这个国务院发言人哦都被记者。 给怒怼了,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financed a genocide in Gaza for the last year, and every day you're up there denying accountability okay. for it. So, I mean, okay. what gives you the right to lecture other countries on their more? So, if you have a policy question for me, I'm happy to take it. If you want to give a speech, no, but there but I mean, places in Washington where you can give a speech. Yeah, but people are, are sick of the bullshit in here. I mean, like, it is okay. a genocide. I'm You go are on to, I'm go on another question. It, and you go are ahead. risking nuclear war in Ukraine plenty, for this. Proxy plenty of other places to give a speech. Go ahead. 对他竟然就用这样的方式，哎，下一个人吻就直接。 这个逃过了，想要不去面对这样记者的追问，这就是现在大家对于美国的不满之处嘛？已经透过了这个记者直接反映出来，是不是就是种族灭绝？是不是你美国一手支持、纵容以色列这样的种族灭绝？所以这一场战争看起来越来越失控，因为连纳坦雅胡都已经扬言要摧毁黎巴嫩了、哦。所以大家讲说，这一场中东战局已经是失控了。那你美国就是一个帮凶啊、哦？那所以你看到现在伊朗。 就对其他的不安国家警告，就说不要有任何人去协助以色列，不然这一场战争真的是没完没了。我们也会对协助以色列的其他的一些中东国家采取报复行动。那现在看到了，连哈马斯也是预告了，他们说我们现在持续在招兵、制作武器，要预告重生哦，他们也要对于以色列展开报复。所以这一场中东大战。 美国还要继续躺平吗？美国还要继续当一个好像，哎，我无能为力，我只能劝的角色吗？其实美国是积极协助以色列的，他们有躺，他们有躺平，因为以色列的打的在这个在不管加上，嗯就是、黑手或者说是在现在在黎巴嫩，他用的这些这些重量级的武器都是美国提供的，所以。 是以色列人发射出去的武器，可是那些炸弹炸死、炸死这些啊、哦、平民的，都是美国的武器啊。所以美国跟这场、这场这个啊，刚刚记者所提的这个种族灭绝啊，它根本是一个积极参与者嘛。對,对，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又赤裸裸的在二十一世纪看到了啊，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些弱小、对于弱小民族、弱小国家的作为啊。 那他们是毫无任何反省的这个空间的，根本连问都不让你问啊！那所以就是说，这个世界还是一个怎么弱肉强食啊？然后呢，没有公理正义的世界，尤其呢，呃，现在我们在这个中东地区都看得很清楚啊。那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公理正义，最讲自己啊，和平啊，幸福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要交给别人的话，那你就是啊，拿自己的幸福跟啊这个生命财产开玩笑了、啊。 那这是另外话，就是说现在黎巴嫩这个战局是越打越激烈。那以色列事实上有四个师，已经都准备好了，进去了。黎巴嫩已经有三个师了。那以色列它不是要打一个全面性战争是没有错，它是要造成它的所谓的它的北部地区啊，要形成一个缓冲区，也就是以色列跟这个黎巴嫩的边界啊，它要往上推六十里。这六十里啊。 这一块这么大一块地区，几乎是占黎巴嫩三分之一的领土啊。基本上，他要真阻挡在那边，没有办法驻军，没有办法哈、啊、部署武器，对以色列的北部进行攻击。因为他算好，大概六十公里的话，他会感觉在以色列的境内会比较安全一点。那他过去是他怎么来画呢？他事实上前两天他已经通知了，就是说在这些地区的黎巴嫩这个老百姓说，你们赶快往北撤吧。 这个做法跟这个在加沙走廊一样，他就是发传单，嗯、然后叫你们往北撤。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阿瓦利河这条河啊，距离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边界六十公里，所以他希望在阿瓦利河啊这一带住的这些黎巴嫩人往北走，嗯、也就是你往北走。然后你知道这条河离贝鲁特才多远吗？才三十公里。 所以事实上已经已经他已经画了一条界限，嗯，也就是阿瓦利河以南的这些地方。对不起，你们如果平民在这里，子弹不长眼睛，你们就跟加沙走廊一样。我警告你了，你们赶快走，嗯、要不然我这个子弹炸下来了，飞弹炸下来的话，你们被打死活该。哎，所以以色列是一样打加沙的方式在打黎巴嫩、啊、那现在就是说会不会打伊朗？暂时看起来不会。 因为上次伊朗他这个飞弹啊，说实话，真的让以色列、让美国都蛮吃惊的。他这个穿透力很强，两百枚，别的地方不说，光空军基地就有三十二个弹坑，也就是说，以色列的铁穹系统没有用。在以色列他没有办法确保他自己领土安全之这个之前啊，我觉得他对伊朗的进攻哈、啊，他是有所顾忌的。所以现在就集中长黎巴嫩。 所以，黎巴嫩现在连这个土耳其都在撤啦。是确实这个战况很激烈，又是大量的这个哈平民哈、啊、流离失所，然后呢被炸的这个飞弹炸的的，运气不好就好葬身于这个以色列的炮火之下。这是另外一次的加沙走廊的这个哈。 屠杀事件的重演了。股市开盘之前呢、啊，哎、欸，这个大陆的央行有一个新的政策、啊，他们就是在盘前人行发布了消息，就是即日起呢，接受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来申报这些证券基金哦、啊，这种互换便利性啊，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这些，你们可以以这个债券啊、股票 ETF 啊，还有沪深三百成分股的资产为质押、啊。那这样子呢，这个。 人民银行换入国债，还有央行票据这些高级呃高等级流动性的资产呢，就可以注入。哎、欸，首期的规模大概五千亿元哦，可能可以视情况再进一步扩大操作规模。也就是说，哎、欸，看起来活水又要进来了，可以以券换券呢、哦。那大陆称为这个词叫做呃。 S <SF> F I S F，那时候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质押一些钱，然后哎、欸、让钱再进去这个股票市场吗？所以看起来今天直接带动了三大股市哦、喔、，A 股三大股都是开高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哦、喔。那还有人讲说啊，哎、欸、现在在浙江大学的校园论坛里面有很多的讨论哦，都是关于股市的。有人还贴出了收益图啊，因为零零后嘛，他们现在是跑步进场，就发现三天赚了三万块钱，还很开心的跟同学。 们分享说，哎，也搭上了这一波的这个股票牛市行情啊、哦。那的确啦，现在中国大陆。 大动作在振兴这个经济哦，这个星期六呢，大陆的财政部也要有一个发布会哦。据说这个是要来发布加大财政政策，这个逆周期的调节力度，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以又是一波新的这样经济的振兴利多出现，一波接一波的、哦，从九月底到现在，感觉上面就是要整体把大陆的经济给这个等于说内部的体质给它调整起来。 优化起来啊？为什么呢？因为要面对。 外部有非常多的这种制裁或是关税战正要开打、哦。那我们看现在目前中欧的贸易战，呃，因为欧洲对于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制裁了这个呃百分之四十五的关税嘛，诶，这样看起来目前协调说是还要继续协调一下，但是双方已经互相制裁了。中国的反击呢，中国大陆的反击就是说我现在要对于你的白兰地也是同样颗临时的关税。那欧方很生气啊，就告 WTO。那中方也去。 告 WTO 就是说，看看是谁先违反规定在先嘛，所以中方就讲说啊，坚决要捍卫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产业正常发展，所以提出了这样的抗议行动，向 WTO 来这个申诉。欧盟的执委会发言人就说：“哎，你这个反击我们的这个白兰地哦。” 嗯，这个毫无根据啊！这也会让我们这个欧盟产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也去申诉。那中方又回应了他的申诉，就说我们对于这个白兰地采取反倾销措施是符合世贸原则的。那的确。 这样的一个反倾销措施哦，马上影响了轩尼诗、人头马这些公司哦，他们可能就要被增加先加收保证金哦，像马爹利是增加百分之三十，然后轩尼诗是增加百分之三十九，然后其他的公司哦，可能大概都是大概在三十四啊到三十九之间哦，所以对于他们的这种保证金要这样突然吐出那么大一笔钱，影响非常的大。那很多的这种酒商也上街头就说：“哎、欸，你们在在制裁中国大陆，怎么最后受伤是我们？” 的酒商哦，那的确，中国大陆可能起来有志哦，已经早就已经准备好说，你如果要制裁我，我要怎么样的反击才会是最直接的？在这一场的投票当中哦，其实像是这个匈牙利总理跟这个德国总理。 呃，他们其实，在投票的时候都是投反对票的。肖恩那时候投票前是讲说，是反对这样子加征关税的。他说，应该是要欧洲跟中国大陆继续谈判。欧洲跟中国大陆现在的依存性非常的高啊，也要依赖中国大陆的一些这种电池啊，或者一些技术、啊。哦，那你这样去制裁它的话，其实会反伤自己。匈牙利总理奥班正是讲说，哦，你这样加征关税是适得其反的。那就连这个德国的大众汽车，他们也是讲说，其实这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对于德国的制造业、啊，你们没有想过这个后果吗？那西班牙的经济部长也在讲说，我们欧盟应该要尽可能赶快跟中国大陆再进一步的沟通，然后避免这个贸易争端进一步的升级。那事实上，中国大陆啊已经有三招作为回应了。早在这个两三个月前呢，其实他们已经对于肉品啊，欧洲的肉品做一些市场的调查，肉品跟农产品。那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讲， 他们买这个欧洲的农产品是非常的多，也就是呢，欧洲的农产品很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啊。第一个第一招呢，就是哎，其实电动车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只有百分之六点九，但是呢，你欧洲农产品啊，重要买家却是我们中国。换句话说呢，你这个农产品我们平常是能收就收，但是如果你提高税率，我们也有办法让你们难受，就是我们可以不买，我们可以转向西班牙的猪肉火腿、荷兰的乳制品。 大量的订单可以直接转往俄罗斯哦，这是可能下一步要，他们已经研究好了，下一步可能会制裁的一个方向。那现在白兰地先做了一些这个反倾销的这样的一个制裁嘛，因为呃之前发现到说这个法国的白兰地业者一些人哦，他们就有上街去支持加征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关税，所以他们就是这一波主要被制裁的对象，甚至他们还有研究。 诶就是你燃油车如果要卖到中国大陆市场的话，我也可以来给你调一调关税啊，就有可能会这个提高关税，那有可能会在本月底的时候进行反击，所以看起来这一波未必是中国大陆比较痛，那搞不好欧洲接下来如果面对到这些，不知道承受得住承受不住哦。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政府对于落实进进一步这个哈健全哦。 那个活络资本市场的这个哈、啊，这个政策，这个九月二十七号由这个中央政治局啊会议做的一个决定，一个政策方向，覺得不断在落实。嗯，那这里面有一些做法，就是把一些大笔的资金啊，就是说不管是主要是公部门的资金啊，一些保险啊，还有一些哈、啊、基金呢、啊，它能够把它引入到这个资本市场。那跟就是说这些中间的这些啊，把一些那些。 卡的点啊，都把它打开，让更多资金注入到资本市场。嗯、这对于中国大陆，尤其是股市啦，啊、哦，主要是股市，绝对是有帮助的。嗯、那其实一个股市对一个国家来讲，其实非常非常重要。那其实，呃，老百姓，啊、呃，整个国家完成了初步的资本累积以后啊，大家手上都有一些资金，并不是你的资金基本上都换成物质，对不对？ 所以中国大陆人民哈、啊、民间的资金其实是全世界最高的，事实上它的加起来比这个哈、啊、投资率这个哈、啊、这个它的这个储蓄率比美国跟这个、啊、欧盟加起来都还多。嗯，可是这个资本它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运用的话，嗯，能够哈、啊、对社会的不管你各方面的发展啊，没有产生很正面效益的话，其实是一种浪费。嗯，而且资本的话，如果它不能够有一个好的投资的一个去处哈、啊，资本会往外流的。嗯。 那只要其他的地方有好的这个投资的资本市场的话，中国资金也会流出去的。那等于说，你这个资金没有运用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上，反而帮助别的国家经济发展。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发展出已经有一个全世界啊最大的工业体系，作为最大制造制造国家以后啊，其实累积的资本哈，也要让它有一个哈合理的对于经济发展能够有好的这个促进作用的一个市场。嗯 所以资资本市场建构可以说看出来，现在是中国大陆不仅仅是为了哈把这个哈冲这个保五啊这么简简单，而是啊事实上用资本来发展中国经济的这个时机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这一次在尤其对资本市场啊那个。 所加注的这个动能哈，是一波接一波的，嗯，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个股市过去可以说它是一个被低估的一个市场，嗯，那现在它会慢慢回过的哈大场而且这个资金主要来是中国内部的资金，所以这也是中国双引擎建设的一个哈，用自己内部这个引擎把它这个哈把它点火起燃，那等中国大陆一方面又有实体经济的这个动能，又有资本资本市场的动能的话。 那就受到外界的影响的话，哈，被外界操控或者负面影响啊，就会小很多。